兼有穿戴整齐、有秩序的排队，遵守规则，全都戴上口罩。来，麻烦，慢慢来，没关系，不急。防疫期间拉高规格，实名制、量而温少不了。来，36度，这个六。来，这一次因为防疫期间了，我们就比较慎重了，一定按照中央防疫的规定办理了，一定当然是严格是要戴口罩了哈，进来要勤洗手，然后保持着社交距离。岁末年终，温馨送暖，慈济和街友关怀协会、国际同济会一起关心弱势街友。目前台中市的登记列册的街友大约有275人，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啊，所以需要各个单位大家共同来发挥爱心。哪里有需要，我们就服务到哪里。发放生活物资和红包，提前让街友感受年节气氛。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台中综合报道。